三乘佛号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现在呢，就大家应该可以跟着这个文字啊，一起念吧啊。弟子发愿成就佛道，度一切众生，以此菩提心闻法持戒念佛。太大了一点啊，小一点吧，刚才的对啊。好了，上一次我们呢已经把这个观无量寿经呢介绍了，那么今天晚上啊开始介绍另外一部佛说阿弥陀经。这部经呢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就我们在佛期期间的晚课就是诵这部经的。以前我们的佛期早课也诵这部经，那今年呢就改变啊，我们的早晚功课呢就跟着我们平时的早晚功课，所以早上呢就诵这个大悲咒、心经等等啊。那么这部《佛说阿弥陀经》呢，我们可以用啊很传统的这个方式来介绍。那么这个很传统的这个方式介绍呢，在这个中国的宣扬净土的祖师们呢，也写了几部这个专门介绍这个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其中一部呢最普遍的就是藕益大师所写的《佛说阿弥陀经要解》啊。但是这一期的佛期我们就不用这个藕益大师的他这个要解啊，我们就尝试用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方式开始先讲一个故事。因为这部经前面呢它很快就有提到了一个寂孤独长者了，寂孤独长者他本来是住在现在这个印度呢，比这个菩提迦耶哦，往北的方向，比较接近那个尼泊尔的边境啊，也比较接近那个兰比尼园了。如果我们有去印度朝圣的啊，那个地方叫做 Sravasti 舍卫国。那么这位寂孤独长者呢，他有就是有一次呢他是做很大的生意了啊，他有一次到这个南部的另外一个地方啊，他就时常去到那边的时候，他的朋友或者是他的一个亲戚这样的啊，就时常呢会很好的接待他。但是有一次他去的时候，大家好像在忙着在准备不知道要庆祝什么了，他就很好奇就问说，是不是明天呢要娶媳妇啊，还是要嫁女儿啊？他们说不是，
明天呢，我们要请到这个释迦牟尼佛，还有他的这个比丘僧团，来这里呢接受我们的这个供养。哎，这个寂孤独长者呢，他听到这个佛这个字啊，他就也莫名其妙的啊，心呢就起一种大欢喜心啊。这里形容啊，说他身上所有的毛孔啊，啊，都一夜不已，这个启发了他对这个佛的信心啊。他只听到布达这个字吧，啊。那么为什么他的名字叫做寂孤独长者呢？因为他是一个很用我们现代的话说呢，就是很热心与社会工作的一个长者。那么他时常呢，就选择那些，比如说老人啊，啊，无依无靠的，还有一些孤儿啊，啊，所以叫做孤独，啊，然后呢，他就时常去帮忙他们，就给他们所需要的食物啊，还有一种关怀。所以后来呢，那个地方的人呢，就称这个大慈善家为寂孤独长者。他本来他的名字呢是叫做悉达多。这样他就很啊好奇了啊，他起了很大的这个欢喜心呢，他就问说，佛，谁是佛呢？那么刚才你们说僧团，什么是僧团？他们就解释给他听，这个释迦牟尼佛本来是一个啊什么地方的这个皇太子，哦，我听过他那个金幡王啊，就住在我们那个他的那个小国呢，离开我们这个社会国呢不远呢，啊，是我们呢的邻国这样的。哦，他听说他出家了，哦，成道了，啊，所以称他为觉者了，啊，原来佛这个字是觉者，之前他没有听过的，但是听到这个布达这个字呢，啊，他很震撼，所以呢，他就说，我现在可以马上去见佛吗？他们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么急干嘛？这个释迦牟尼佛跟他的弟子们啊，明天他们就会来接受我们的供养啊，你就等到明天吧，没有办法喽，啊，因为他是客人嘛，只好去睡觉。但是睡不着，啊，他就一直想佛佛佛，所以醒了一次，哎呀，那个天还是暗暗的，他以为说，他就是要等到明天啊。没办法咯，又去睡觉咯，啊，但是他太兴奋了，又再醒来一次，哎，怎么天还没有亮啊，啊，然后呢他这个人就没有耐心了，啊，跟你们的臭师傅差不多一样，啊，他就打不累打汗拉鸡了，啊，他就说，哎呀，要等到早上哦，还要等很久了，所以在中夜的时候呢，我们讲啊，昼夜六时啊，啊，什么叫中夜呢？中夜就是说挂街沙梅啦 ，midnight 啦，啊，啊，就是半夜的时候呢，他就决定说，
我不要再等了，不好玩了啊！因为等了，我是躺在那边都睡不着啊！我要去见佛啊！所以他就乱闯了啊！结果就给他闯出去了啊！那么这他知道说这个释迦牟尼听说是在一个地方叫做寒林啊。那么在那个寒林的丘那边有那个坟墓的地方啊，他就往那个方向去。哎，他去到那个地方啊，他就听到有一个人哦，喊他的名字哦，悉达多，吓了一跳啊。因为他即使时常去这个地方哦，他朋友这个地方啊，从来没有人称他悉达多的，人家都称他基古都长者啊，安那达宾达达，梵文啊，或者是巴利文叫做安那达宾达达。怎么会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呢？这个叫他的名字的人啊，就是布达啦。布达已经知道说啊，他的这个弟子要来了。布达他也是这个中夜的时候呢，他就醒了。他一天啊，需要的休息的时间很短，所以啊，这个悉达多更加震撼了啊！哇，这个佛呢，实在够厉害啊！啊，从来没有见过的，竟然呢叫他的名字了、啊，所以他就很恭敬的去。向这个佛顶礼啊，用了印度人的这个摸足礼啊，然后呢，这个释迦牟尼佛就开始跟他讲：悉达多啊，这个世间是无常的啊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故事里面啊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个韦提希皇后啊。啊，本来他也是不在世的，啊，那给他碰到了，他这个皇子要篡位啊，那件事情呢，啊，他就在世了。所以这个悉达多开始的时候啊，他很富有的，他也是不在世的、啊。世尊马上跟他讲：世事无常啊，就好像说你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呢，第一件要告诉你们啊，还在世哦，所以到处呢贴了那个死了啊，但是你们看看几天了之后呢，没有感觉了，那就糟糕了啊，你要越看越怕。知道吗？啊，如果今天还不把这个佛念好，等一下明天我回去的时候呢，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呦，明天如果我回去的话，会给很多人带来麻烦喽、哦。啊，其实啊，如果你来打佛气的时候能够这样回去啊，那个福报才大嘞。啊，这么多的这个同修啊，啊，念佛。送你往生啊，要吧，要明天就走啊。好，谁要的举手。哎呦，是哦，我们的法师没有这么多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走了的时候，我们要去给你助念啊，要念什么呢？要念什么呢？同时，我们的法师，我现在是在打佛气我啊，所以如果你走啊，如果刚才那些举手的人呢、啊、走啊，
我们就没人抬咯，你们走就走咯。但是你要走对路哦，啊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要走的那个到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啊，不要走直去哦，啊，你要弯那个往西方的去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不要走那个往东方的去哦。虽然呢，下午的时候，这个真典师、真典法师有跟你们讲啊，念药师佛也可以往生啊，啊。但是你如果你是转去那个药师佛那边的、啊，那药师佛说：“哎呀，路安怎那麻烦啦、啊？啊，路要去极乐世界，你路都行那边去啦，啊。”所以到后来呢，你还是要走回来，啊。所以你就弯错了，就走冤枉路了，明白吗？啊，记得哦，因为这么多人呢、啊，我们照顾不到这么多，记得师父讲的啊。要往什么方向走呢？啊，往西方。但是你怎么知道？你没有一个指南针啊？你怎么知道东西南北呢？啊，有一个办法啦。你会用 smartphone 吗？啊，你的 smartphone 呢？有 GPS 哦。啊，那你就基因啊，苏加瓦蒂或者极乐世界啊 ，Go。来你去啊！真的啦，啊，不然你买这个 smartphone 呢叫什么？啊，不然你买这个 smartphone 呢，就是 you are not smart enough to use smartphone， 啊啊，你知道吗？以前我们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是来搞鬼啊。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 smartphone 呢，如果你不会背啊，你教你的孙子教你，他们年轻人啊，他的手很快的啊，你们会不会背？啊，都不会背的，你要去极乐世界就 search 一下啊，就可以去了，不然迷路啊，迷路就麻烦了啊。好了，刚才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？哎呀，一讲了又讲不正经的功效了啊！啊，他就说，释迦牟尼佛当然了，不像你们这个臭师傅这样了，他是很严肃的了啊。他就跟悉达多讲了啊，说世间无常，你的福报很大啊，啊，你就是称赞他了，说啊，你布施啊，他真的还可以做更多，明白吗？这个就是鼓励他，这个我们学佛的人呢，第一呢就是要有那个止恶行善的啊，那个人天生的基础。没有那个基础呢，你要修这个出世间的法门呢，不容易啦，明白吗？出世间的法门呢是修慧，但是呢。要修慧呢，也要有一点本钱啊，明白吗？啊，所以你要去极乐世界呢，也要有一些资粮啊，啊，那么这些资粮里面呢，就包括了福，所以学佛的人呢是要福慧双修。这个很重要啊，所以尤其开始的阶段呢，就是修福了。但是释迦牟尼佛他知道说，这个啊，他这个弟子呢，很有慧根的啊，所以呢，接下来就跟他说什么呢？跟他说。能够这个脱离啊，对这个欲望的贪着，就能够远离啊这个欲爱。跟他讲什么呢？讲苦集灭道。所以啊，释迦牟尼佛
他开始跟他那个五位同修，后来成为这个佛教的五比丘啊。初转法轮是讲什么？苦集灭道，四谛法，这个是讲世间的果跟因，再进一步的讲出世间的果跟因。哎，怎么对一个在家人呢，就对一个做生意的人呢，也讲这个出世间的话呢？因为他的这个资粮啊，他的这个福的资粮已经够了，他宿世种下的这个善根呢，现在呢，我们时常有一句话说啊，什么什么俱悲啊，只欠东风啊，啊，他现在就只欠那个释迦牟尼佛跟他讲，一讲这个四谛法呢，他一听呢，虽然没有像五比丘里面啊，其中有一位呢，马上证阿罗汉果，但是悉达多长者一个在家人呢、啊，他马上证什么三果，还有谁证过三果的？你们记得吗？我记得啊，之前讲的故事呢，频婆娑罗王啊，金宾比沙拉啊，所以啊，以前佛在世的时候呢，他很多的在家弟子呢，也是猴腮类的啊。但是你看啊，这两个例子，证三果，有没有证四果的呢？如果是依很传统的经论的这个记载啊，说要证四果的话呢，一定要坐在前面的，一定要先出家相。啊，一定要出家才能够证这个阿罗汉果。但是这个呢，也不是全部的经论是这么说的，啊，也可能啊。但是这里呢，跟我们说明啊，出家跟在家的条件呢，毕竟有所不同，所以你知道何谓出家吗？出家不是出离这个俗家就叫做出家，当然了，出家人呢，他就是离开了俗家啊，找一个寺院，找一个师父，他能够依止的啊，把头发剃掉，换这个出家人的这个衣服，这个不简单嘞，现这个出家相。但是真正的出家呢是什么？真正的出家是醒的出家。什么叫做醒的出家呢？就是出离心啊。所以出家是要出烦恼之家，出家就是要得到解脱啊，不要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了，这个是真正的出家。像我们很多的在家菩萨，他听了他说：“哎呦，这样不是没有我的份了吗？啊，我很想啊，但是我那个死老公又不答应我。”啊，他放不下哦。其实你管他放得下放不下嘛，啊，
最主要你放得下就好了啊。你如果是说你已经下了决心要出家了，蒙眼台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跟他做的这个一场夫妻了啊，这个缘呢，告一个段落啊，因缘具足了，谁也不欠谁了。所以呢，你如果你觉得你还欠他的话呢，最好你出家，啊，你出家了之后啊，以后你去度他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啊，这个是出家的意义。但是我知道啦，啊，我知道很多有很多人做不到，啊，很多人做不到。那你做不到要紧，啊，你不需要生出家，我教你要心出家了，明白吗？所以跟这些属家的这些人呢，啊，不要紧，跟他给他们继续纠缠不清啊，到最后的时候要往生了了啊，我就要往生了，谁也不欠谁了嘛，对不对啊？我要往生了的时候，你以为我还要在这个娑婆世界啊？我才不要嘞！啊，我要回阿弥陀佛的家了。这个叫做心出家了，心出家，这个呢是很重要很重要的，这个是佛法的可贵了。啊，好啦，刚才忘记讲一下了啊，尤其一些年轻人呢，他比较喜欢呢，啊，一些的这个就是师父讲的这些故事了啊，哎，他英文的跟中文好像不一样啊，因为这个英文的这个关于这个悉达多的这个故事呢，他是从那个尼开亚。啊，尼开亚里面呢也分成几部了，啊，它是从这个一个不知道是安努什么尼开亚的啊，那个1.19那边，你如果上去那个巴利文的这个藏经呢，你可以找到，啊，也有英文的翻译。那如果你是要看中文版的呢，你去那个杂阿含经啊，阿含经是梵文，尼迦亚是巴利文，它有很多呢相似的地方，但是同样讲一部经啊，它不完全相同，所以呢有一些的这个分别，就好像我跟你们解释说，出家人的这个戒律。啊，上座部的比丘的戒律跟这个汉传的啊，这个叫做法藏部啊，达摩古达的这个戒律呢是大同小异的，但是在很多你进到很细的地方呢，它就有一点的差别。所以你们年轻的呢有兴趣啊，在家更进一步的去研究的，你们自己去看吧。所以啊，他就证了这个三果了，然后他就很高兴了，他就说：“世尊啊，是否能够请你到这个舍卫国那边去弘法呢？因为一个在南，一个在北啊。”啊，那么世尊就问了，说：“要是可以啦，但是现在我们僧团呢，出家人越来越多了啊。”那我们去那边有地方住吗？啊，有没有金色住？有没有维哈拉住了？哦，对不起，现在没有了啊。但是只要你世尊啊愿意去的话呢，
我们来成就这件好事了、啊。哦，好好好啊，你就去帮我们呢、啊，在那个社会国那边呢 啊来做一个景色，将佛陀跟他的这个出家僧团呢，就可以到那里去讲经说法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呢，还交代一下说，你要记得哦，啊，佛是不喜欢热闹的，佛是喜欢比较幽静的地方。所以这个，须达多长者或者是寂孤度长者呢，他很细心，啊，就答应了释迦牟尼佛，他一路回这个要回到这个社会国，要回到 Sarvasti 的时候啊，因为他做大生意的，他认识很多人，他就交代说：“哎，以后呢，我们在这个社会国呢，把一个金色建好了，我们会请佛陀跟他的这个出家僧团呢，请他们到社会国来说法。”但是那个要走好几天的路嘞，啊，所以一路上麻烦你们好好的照顾佛跟他的比丘弟子啊。然后他就回到这个社会国，他就去学，啊，他还很挑剔的，因为他知道佛喜欢的安静的地方，但是他又觉得说，也不能够离开社会城太远了，太远没有人要去，所以啊，你们可能有听说啊，啊，师父呢，在几年前呢、啊，啊，就跟我们南宗的法师呢，搬到一个甘崩那边去住了，啊，叫做雅维的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边不好玩了，啊，这边以前开始檀香寺的时候，没有这么多车的。但是现在呢，整个冰岛最塞车的就是这一区，啊，所以空气也污染了。所以我们就选择去那个地方，但是那个地方呢，太偏了一点，所以啊。要去呢，我们说，哎，我们可以开始办公修会啊。那边的菩萨就说：“师父啊，不能啊，这个地方到现在还是太暗一点哦，不会很多人来的啦。如果要办公修会呢，可以啦，下午啦，啊，所以我们现在等那个因缘呢，我们是有一个这样的道场。”叫做祥云净院呢，啊，以后你们可以去，好不好？那好了，这个悉达多长者呢，就去选，哎，他就看到一个很美的花园了，去打听一下，哦，原来是属于这个皇子的，啊，然后呢？哦，地方美得不得了咯，哦，地点呢又不远不近啊，就是他要的地方啊，啊，所以他就去找这个太子跟他商量啊，啊，这个太子又不是没有钱啊，啊，也不稀罕你这个几个臭钱啊，啊，这个地方我喜欢啊，哎呀，拜托拜托你啦，我们是好朋友嘛。哎，那个太子呢，给他烦到，啊，纠缠不放的，他说，好了，你真的要买？真的啦，这个是要请释迦牟尼佛来哦，啊，不管付多大的代价呢，都要了。真的吗 ？OK， 啊，不管多高的代价啊，好。要开一个很高的价钱了，其实是很不合理的了，啊，一个很离谱的价钱。他说好了，那我这块地啊，你喜欢呢，
你去拿金啊，铺满这个整块地啊，用这么多的黄金呢、啊，我就考虑卖给你了。那悉达多听了很高兴哦，他马上回去，他说一言为定啊，回去把他家里面呢、啊、收藏的那个金哦，他很多、哦、啊，一车一车的再来哦，慢慢去铺那个。那块园林哦，哎呦，这个太子看了啊，哇，真的是想不通哦。本来是跟他开玩笑的啦，是要给他知难而退了，哪里知道他真的很认真哦。但是我们说嘛，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啊。那做一个太子，总不能够啊。这个不轰了啊，总不能够讲话不算数了。好了好了，他说，哎呀，你要请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一定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。啊，是啊，这个是一个觉者啊，啊，那是佛啊，等等啊，讲了很多赞美这个佛的这个了，哦。来护持这个佛有很大的功德，是嘞，哈、啊，哦，这样啊，要不然这样啊，你不要一个人啊，全部的功德你一个人得到吗？分一点点给我啦，啊，所以呢，有一些记载就说，这个太子呢就说，好了，你这个金啊铺到这个地咯，啊。这个地卖给你咯，但是那个树的地方你的金就铺不到了啊，所以这个树还是属于我的啊。但是呢，现在呢，我听你这么说呢，我也要得到一份的功德，这个树就当作我供养佛陀啊，跟他的这个僧团啊。但是也有另外的经典呢，又不是这么说了啊，他就说，他铺那个金还没有铺完呢、啊，啊，就只剩下一小块，就是那个入口的地方了。那么，这个太子就说，哦，这个你要建一个金色呢，总要有一个很美的 entrance 嘛啊，总要有一个山门这样啊。这个功德让我来了，啊，那这块地你也不用再继续填了，就当作这个地方，这小块的，是，啊，让我这个功德来给你分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奇树即古都园，也就是我们这部经的地点啊。所以现在呢，开始讲经文了啊。经文是怎么说的呢？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国，其树即孤独园，以大比丘僧1250人聚，皆是大阿罗汉，众所知是长老舍利弗，对，等等等啊，是不是这样？你知道这个佛经啊，已经讲过了，是阿难陀尊者在借记经典的时候，他说，我曾经有一次的时候听到，所以呢。阿难陀尊者呢，之前我们比喻他是一个就是最好的录音机啊，那同时呢，他的 memory 是无限的，他的记忆体是无限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在这个佛经里面的开始，这个如是我闻呢，这个啊，阿难尊者呢，他变成什么？变成一个记者，一个记者报道，啊，
那么这个记者报道新闻呢，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佛器里面呢、啊，当然我们是不让记者进来的啦，啊，但是如果我们说今年呢、啊、特别不同啊，我们让这个记者进来，然后他就进来，他就报道，报道呢，明天的这个报纸里面呢，他就会说，新州日报啊，11月，今天是27号的。11月27号的这个消息啦，啊的新闻啦，啊，这个呢是由某某某记者报道的，啊，然后你看到他的这个新闻里面呢，啊，他就会说，啊，他不是说一时的哦，啊，他就年月日都放出来了，啊，然后这个记者呢。到了这个巴彦巴路的檀香寺啦，啊，然后坐了电梯上到5楼啦，啊，然后呢，在那里呢就有一个，名字叫做唯物法师的啊，坐在，这个台上啊，跟大家晚上做开示，啊，然后他开示是讲什么呢？啊，他就是讲这些了，是不是？你有看新闻了吗？啊，所以如是我闻呢，记者就是坦然的，啊，一时印度人呢很可爱的啦，跟中国人呢是 opposite 的，相反的，中国人呢很啊，怎么说啊，很执着。时间，所以你看中国的历史啊，它一定要记载什么年份呢、啊？印度人不是这样的哦，印度人的历史没有记载年份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印度人啊，他是超越时间的，啊，所以呢，他。讲这个时间的时候，他不讲哪一年呐、啊，甚至哪一月哪一日、啊，他讲什么呢？他讲 once upon a time， 啊，就一时啦、啊，不可能，啊，这个就是印度人啊，是这样的，啊，跟中国人不一样，啊，这两个古老文明啊，都很好玩的啦，啊。一时佛在舍卫国，为什么要去介绍这个寂孤独长者呢？这一部经就是因为悉达多长者寂孤独长者呢啊，他发心啊，他到南部的时候碰到这个佛了啊，证了这个三果，然后呢，他要求。释迦牟尼佛到这个北部的这个舍卫国来说法，所以佛一生的说法两个景色最多的地方，一个是南部的竹林景色，一个是北部的奇树寂孤独园，这两个地方啊，所以呢，你看新闻呢，他一定要讲是什么地方。就是在这个奇树寂孤独园的啊，然后呢，这部经是谁说的呢？主讲啊，释迦牟尼佛，意思佛啊，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不是我阿难陀口白讲的。这个是我曾经听到释迦牟尼佛跟我说的啊，因为阿难尊者他出家的时候呢，佛陀已经讲了很多经了，但是因为他这个记忆力特别好，所以佛陀呢就把之前讲过的经呢重新讲一次给他听，他就记起来了，所以他是最好的记者。最好的录音笔啊，最好的 smartphone 呢，
所以啊，这个主讲的是什么人啊，在什么地方还不够，还要说在那个地方呢，谁在听他说这部经，下面就讲得很长了。以大比丘身啊，有这个出家的这个弟子，总共呢有啊这个1250多位，这1250多位呢，就是佛成道后开始度五比丘之后呢，又有很多很多人呢，有一些呢是带着他们的弟子一起来皈依佛陀，跟佛陀出家的，一下子啊，过不久了，僧团呢就1200多个了，所以这个是很不简单的啊。你看看、啊、我们打佛七啊，啊，你看哇，还有10多位法师啊。其实你不知道啊，我们的法师啊多么辛苦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才10多位啊。如果有1250多位，我们的工作就轻松很多了。所以如果呢，你们要加进我们的行列呢，You are welcome， 我们就欢迎你了。啊，你看，讲这个呢，我们的法师鼓掌都比你们大声了。你们知道我们鼓掌啊，你们信不信走啊？啊！所以你真的啊、哦，你要 seriously consider 啊，认真的去想一想，哎呀，你在家里面整天要对着你的那个老婆来做什么？啊，你回家去对着你的老公啊，要整天烦着你的儿女啊来做什么？啊，那老菩萨。你以为你的孙很好玩呢啊？你去极乐世界啊，那你的大菩萨都是你的孙哦，不是更好？你说哎，师父你有没有搞错啊？那大菩萨怎么可以不尊敬啊？大菩萨做他的孙呢？你以为大菩萨这么像你这么小气咩？啊，你要他做阿妈，他也可以啦，啊，你要他做你的孙也可以啦，明白吗？不然他就不叫做菩萨摩诃萨了。所以呢，你现在你尊敬的。啊，坐在这个台上的这个人呢、啊，你称他为师，你称他为父了、啊，啊，但是如果你说不公平啊，我要做你的老伯了，我要做你的父亲了、啊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啊，可以，真的。甚至你说，哎呀，我这么老了，我做你的阿公好吗？OK， 做阿公啊，做老爸，做儿子，做孙呢 ？So what？ 啊 ，What is the difference？ 啊，想通了吗？鼓掌啊！好了，就这段要讲完了啊，然后呢就念，就列出很多的这个1250个、啊，就列不完了，所以就选其中的16位。所以啊，你去那个中国传统的寺院呢，有18罗汉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去《阿弥陀经》去算看，那里有18个，明明才16个罢了，啊。所以那中国人呢、啊，就加了2个了，啊，你知道他们加2个是谁吗？不告诉你，你自己去，
自己去找那个答案了啊。本来是16个了，所以如果以后啊，我们盖一个道场啊，要做16罗汉，啊，就是不同了。但是16罗汉呢，才有道理啊，因为这个是有根据的啊。这个18罗汉，不知道你去那里扯2个来的了。好了，又不只是这些大阿罗汉哦，还有这个菩萨摩诃萨啦。你知道菩萨摩诃萨是什么吗？菩萨亚拉波提萨瓦啦，啊，菩提萨埵，啊，然后那个摩诃萨呢是摩诃萨埵。什么是菩提萨埵呢？菩提就是觉，萨埵呢就是有情或者是众生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菩提萨埵呢或者菩萨呢就是要成就这个最高的觉悟的，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或者更简单的，要成佛的众生，要成佛的人。所以呢，你们全部都是菩萨啊！但是呢，就不可以说你们全部是摩诃萨埵。摩诃萨埵呢，阿巴尔毕娘玛哈，啊，你们有读玛哈萨的啊？玛哈是什么呢？大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呢，这个摩诃萨埵呢，玛哈萨瓦呢，就是大菩萨的意思啦。所以虽然呢，你现在还不是摩诃萨埵，但是以后可以了，以后你也可以啊，作为摩诃萨埵，你长大声一点。那么现在的摩诃萨埵呢，包括谁呢？包括了这边讲的不退菩萨，啊，不退菩萨就是大菩萨。观世音菩萨咯，我们介绍这个《观无量寿经》的时候啊，还有一位呢叫什么？大势至菩萨啦。好了，所以呢，就讲在这个法会里面还有很多的菩萨，但是没有列出这么多了啊。就文殊师利法王子，文殊师利法王子就是谁呢？代表智慧的曼殊师利啊。然后阿逸多菩萨是谁呢？你听过吗？你认识吗？认识，他就是弥勒菩萨啦。啊，因为弥勒菩萨有两个名字，一个叫做阿吉达，啊。一个叫做 Maitreya， 明白吗？啊，等等等等，然后呢，还有无量诸天大众聚，就是还有很多的这个天人啊，一起呢来听佛说这一部经。那佛说这部经呢，是说什么呢？就是。要进入他的这个正中分了，啊，然后呢，欲知后事，看你现在想说啊，欲知呢，佛到底是在讲什么呢？明天你们再啊来听啦。